庄严肃穆的佛号声响彻高雄山林大爱园区。走过莫拉克风灾第十年，乡亲感触良多。供香汤，来安尼人足轻松，啊心情足好啦。咱这大爱这的祖籍啊，吼，大家搁对咱足关心嘛，足体贴。觉得人很渺小啦，然后觉得天地很大，然后又觉得非常的感动，这样子，因为想到十年前八八风灾的事情。乡亲虔诚绕佛绕法，即便有的是不同宗教信仰，但这一刻大家对于天地神佛的恭敬是一样的。走过八八风灾第十年，借由大家的善念共聚，大爱园区的乡亲们在这里安身安心安家立业。参加这个会能够让我们觉得净化心灵，达到祥和社会的那种氛围。慈济志工守护山林大爱园区十年如一日，许多乡亲感念在心，有些人则期许自己手心翻转向下，也要成为助人的人。台湾新闻郑善美志工白富美唐江湖高雄报道。